今年的尾，我上届敬听总会长几意思。各位先生、各位师大、各位父老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多谢咱大家会当徛伫这个所在，咱要来亲自向咱所敬听的蔡总统敬敬。啊，边啊应该来到现场，但是还阁受着限制。不过用个讲，伊来代表就好，而且非常感激，也非常的唔甘。咱大家家人无闲的中间，阁为着我的19的案，要来我声援，要来替我讨回公道。啊，其实早真相就已经非常的清楚。咱大家想看卖咧，319的案件发生伫14年前，伊讲伫我的时代为人不相信，但是。未啊，经过马总统八年的重启调查，嘛无有任何新的发现来推翻原来的调查报告。同款，咱经过咱蔡总统阁上台两冬啊，嘛是无任何的进展，讲这个案件有啥物重大。何况，这些人一个一个拢总做大官。受到重用，像着讲，迄当时发生所谓有人讲的一个奇美小护士，奇美病院的院长张启贤，尾啊嘛正做南马总统竞选总统的一个总干事。你讲伊那如果为我来设计，伊有可能受到重用吗？伊当时的专案小组召集个朱朝亮检察长，伊嘛已经过世。伊当时刑事局的局长，咱的何友仪，伊参加着这专案小组，也负起正大的一个调查的任务。但是尾啊，嘛是着国民党的中央，今仔日要来代表国民党参加着新北市市长的选举。你讲这些人有可能替我来做假吗？这些人所做的调查报告有可能有什么对阿扁啊来暗号的这个定答吗？甚至咱大家所尊敬国际建设专家李昌义博士，伊伫4月23阁收阁上电视的节目，阁来讲到2004年3月19的枪击案。阿扁啊，的枪伤是真的，是新进的枪伤，是新发生的枪伤，是近距离伫人群内底所拍成的枪伤。你讲一个国际建设专家，伊的意见会有啥物使人怀疑吗？但是经过14年，今仔日这个案件阁无法度人见。让我无法当人接受的，伊讲国民党经过八年，伊无爱来做一个结束，但是民进党上任嘛已经两冬，伊讲要来转型正义，这是上届起码转型正义的一个转的一个这个典型，但是伊转的对去，经过14年，经过这两冬，这个案件你办到你对去，每一年。我拿你洗身躯的时候，看到我的胸口所留下来疤痕，长11公分，宽2公分，深2公分。虽然已经填好，啊，已经结疤，但是永远的这一种痛，这一种烙印，完全消失，无法度让一个一个消失。所以底下我非常的艰苦，我不爱讲话。但是今仔日我无讲袂使，我已经忍耐14年啊！我今仔日无得安怎，我要来向咱蔡总统来致敬。今仔日是你蔡总统就职2周年的纪念日，我要祝你政工康泰，国泰民安，年底大选得到圆满顺利成功。但是上届重要的一项代志，啊，变来三个机会案，是不是爱我做一个交代？
敢讲一定爱阿扁啊亲自来徛去总统的面头前来啊你跪呢，来啊你拜托呢，拜托拜托，今仔日而且再次要来你恳求，会当早早来做一个结案，多谢谢谢。